们今天做的是奇峰怀铁，我们要去吉贝沙尾，这是我们的空间，等一下可以去滑那个阳光沙滩比基尼。哦，这个比较舒服哎。呜、哦。好吗？这边被喷火箭的。我出不掉，掉。下面有海龟。虽然天气很热，但是有玩到水，蛮舒服。红毛港小吃部吃饭喽，鼻眼大。嗯，加只有大只，它的咸味很好。八菜一汤，哎、欸，那2400点就有一张电影票了。吃冰吃冰，好喜欢那上面那个粉，突然想吃这种面，看起来很有食欲。完食了，超好吃。大家早，今天是我们在澎湖的第四天早上了。等一下我们要骑机车去北海游客中心，然后搭船到吉贝岛进行一日游行程。那今天应该都是偏向水上的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出发 ，Go Go。我们现在到了赤坎码头站。哦，黑暗了。嗯，我们今天坐的是奇峰快艇，哎哇，一来回才350啊！这里全部都是快艇。快艇公司，拍袂啊，韩哥。拍啊，拍啊，不会这样啊。拍来。拍啊，这种东西，拍啊，上面有。我们先去找我们的租车行。到好了，应该在这吧。用真爱呢。我们要去吉贝沙尾，沙尾这里。嗯，我们今天要报到的是海之旅。这是我们的空间，感觉很赞哎。一直休息在这边吗？对，我们就一直坐在这里就好了。我们不用置物柜吗？这是贵重物品怎么办？等一下去租一个好了。还是把贵重物品。那个、啊，等一下可以去滑那个晒一下。阳光沙滩比基尼。
机。哦，这个比较舒服哎。哎，快点，兄弟，吹啊吹啊，我的吹啊。好爽哦！哎呀，爆水了！今天的哈浪比较大一点点，待会我们在浮潜的时候自己要小心一点哈。下去我们抓着铁栏杆的手，千万。手就流走了，就回台湾去了，好，连机票钱都省了。我小心哦。哦。各领结有帮这。是这样装吗？对。站在哪？一个位置四个。直接要坐这里，然后小心。
生我吗？哇，看我小啊！你看这天啊，好棒！今天是吃事哎，这真的还好。我求求你，叫他给我出去尿尿。叫他来，叫他。那我们给他夸着。真棒！这红了已经。你今晚是黑呢？红皮啊！下面有海葵很多，超漂亮。海葵的海葵，就那个，有不同风格的。不同风格，然后有鱼。我说对。但是我没有看到龙虾，我那时候我看到一只很大鱼，没有。那时候叫你拍，你都没有拍。这接下来我就给你拍。OK 啊。啊 ？OK 啊。OK， 赶快。我们玩完了，玩了两个小时多，现在已经中午了，然后中午他们要休息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先去吃个寿司就差不多了，好爽。虽然天气很热，但是有玩到水，蛮舒服的。我们来吃午餐了。叫什么？红毛港小吃部。原本我们要去吃寿司的。哦，凉。真的真的好吃。哦，所以。刚刚去吃寿司的，结果没有定位，没有位了。百分之快，没有没有没有呢。吃饭喽，凤梨虾球、海瓜子、鹦鹉科小卷、鲜虾。这是海胆煎蛋。海胆煎蛋。这是扇贝。对，长得像生蚝哎。有没有珍珠？我知道你。好。哇，鼻眼大哎。好吃，等一下再点。要几多？七八。好鲜。很鲜。很脆。哦，脆的。哇，八百几，这个比人较较细哦。嗯。不能一口，它叫嚼劲的。哇，好呀，虾子又大只，好不用。鲜甜，它的咸味刚刚好。200块，200块，我吃上这个这个。感觉很嫩。我靠，哇，小嫩嘞！贵哈？1930。1930。我们是这样，1930。八菜一汤。八菜一汤，总共有9个菜，928。平均一个菜大概200多，还有红茶，免费的，还有抹料。好啦，吃完午餐，我们现在要回本岛了。照理来说，应该是可以再继续玩，都应该是不用那么早回去，应该是可以再继续玩，玩到末班船再回去就好了。我们现在逛澎湖的百货公司，没逛过。刚好有时间，
明天早坐速回站了。今天有什么电影可以看呢？一秒级。哎呀，那2400点就有一张电影票了，加油！我跟你玩啊。可以。就一人一张了，还不错啊。耶！蛮想进去吗？刷卡来吗？投币。我的靠！你王爷。我二姐家多张吹冰，哎，应该不会吹了。吃冰吃冰。老夫呀，还蛮熟悉你多啦，来到二十二楼来，我没有吃我的，我等着吃呢。好啦，我跟你们好好。哎，我再来一下子哦。那我来找数。可以可以，好了，可以吃了，可以。吃吧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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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我练练我，翻回翻过去，另一只手，稍微忘记补防晒了。吃完冰，我们接下来 massage。行。最后一天晚上，我们来吃这个面面俱到。突然想吃这种面。哦，看起来很有食欲。最后一餐的吃完要去机场了。老板在做面超细心的，一个好吃的东西背后就是一个用心的老板。完食了，超好吃。以上是今天吉贝岛一日游行程。如果喜欢的朋友，就把那个喜欢；还没订阅的朋友，就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个旅程见了，拜拜。